园位于成都市金牛区。五代时期，前蜀开国皇帝王建墓于此，史书曰永陵，而永陵公园便是依托永陵而建。永陵公园的入口是王建世宝广场，广场正中是一个半圆的平台，四个青石雕刻的勇士双手端汉白玉的世宝，环绕广场的22月季群雕重现了当时闲雅舒适繁华绮丽的蜀中生活，让人充分领略了五代十国的唐风蜀韵。从世宝广场步行30米来到永陵大门，一座典型的仿唐木阙建筑映入眼帘。走进大门，经过地宫冢前的甬道，便可到达陵寝入口。甬道两侧是一尊尊重达10吨的石马石兽，威严庄重。陵寝内的石床历经千年，四周刻有精美的人物群像，彰显了蜀国文化。走出地宫，沿着墓冢旁的青石小径行走，越过平安桥，就可以看见青铜铸就的平安大钟。钟上的铭文记载了千年前的历史，站在其下，让人感叹。永陵公园再现了蜀国的繁华，在金桂飘香的时节，让我们从公园的点滴中寻找昔日的模样，看岁月留下的历史印记。